这一位选手来自加拿大多伦多赛区，他叫做江米孝。在2020年之前，米孝每年都会去参加社区老人的慰问演出，声传递美好和快乐。2020年以后，他开设了空中歌唱小课堂，带领弟弟妹妹们一起唱歌，是一位特别有爱心的孩子。我们来连线江米孝。你好，米孝。冰冰老师好。今天打算演唱什么歌曲？我今天要演唱的歌曲叫《茉莉山》。好，请开始你的演唱。谢谢江米孝带来的这一首《莫尼山》。